嘅朋友大家好。咁咧，我哋咧就係 DCOC， 係一隊花式跳繩隊。咁就將跳舞啦同埋體操嘅元素混合埋一齊嘅，所以我哋亦都係叫做一道 fusion crew 嚟嘅。咁今日我哋好開心咧，就同 Samsung 一齊推廣佢哋最新嗰四款新電話。咁不過咧，我自己就對跳繩嘅知識比較認知深啲，至於電話咧，我就唔係太清楚。所以咧，我哋今日會請到 Samsung Girl 林林出嚟一齊介紹四部電話嘅。好，咁第一部電話出場。咁呢部電話就叫做 Galaxy 啊，佢一個3.7寸1670萬色 AMOLED 輕觸式屏幕嘅喎。嗱，咁呢部電話就好白色，就好 sharp 嘅，我都中意比較白色嘅電話。好，邀請第二部電話出嚟咯。呢部電話叫 Omnia 2啊，佢可更新至到 Windows Mobile 6.5嘅喎。我都知道而家 Windows Mobile 最新嘅 version 咧，亦都係6.5嘅。好，呢部粉紅色電話，咁女士們應該好中意嘅啦。叫做 Pixel 12啊，佢有1200萬像素自動對焦相機嘅喎。咁既然呢部有1200萬像素嘅相機，影相一定好高清噶啦。好，至於第四部電話咧，呢部叫做 i8910HD 啊，可以支援 720p 高清影片拍攝同埋播放噶喎。哇！既然佢可以去到 720p 嘅短片拍攝咁高嘅，咁不如用呢部電話嚟幫我哋拍攝一個表演好唔好啊？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又有請我哋嘅跳舞組合 DCOC 出嚟表演咯喎，俾熱烈嘅掌聲佢哋啊！
精彩的表演啊！我哋俾熱烈嘅掌聲俾你跳舞組合 DCOC 啦！咁我哋下一場嘅表演會喺6:30再次舉行噶，大家請繼續支持佢哋啊！唔好意思。唔好意思。Thank you。特別為你安排的 AMOLED 遊戲，親身試下 Samsung Anycom 每一部手機。